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珊珊。今天我要说的题目是我的家人。我的家里有七个人，妈妈、爸爸、哥哥、两个姐姐、妹妹和我。爸爸不喜欢浪费，他要把厨房里的东西收起来，放在堆肥桶里堆肥。他喜欢把堆肥搅一搅。妈妈喜欢做饭，也喜欢照顾我和妹妹。我的哥哥是一个军人，他今年20岁。我有两个姐姐，一个是9岁，一个是6岁。他们都喜欢打排球。妹妹喜欢玩具娃娃，我喜欢玩乐高玩具，也喜欢踢足球。我爱我的家人，谢谢大家。